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台长师傅。师傅帮我看一下，二零一零年属虎的男孩。二零一零年。属虎。一零年,<虎>年是吧？对。这小孩子脑子有点小问题啊，啊而且骨头。 跟血液都有点小问题啊，嗯，发育不良你知道吗？嗯，整个血液系统循环不好，发育不良，好，嗯，晚上害怕，是，身上有灵性，喜欢自言自语，师师傅再帮帮他看看他眼睛，看了，这个不是他的眼睛。 是他的。师傅，这个孩子眼睛先天性的散光看不好，我想。你问他现在清楚一点了不啦？啊，看看爷爷，看看看看清楚点吗？甘师傅。人家下面都看出来，台长在给他加持，他一点都不懂的啦。他还不知道大家鼓掌为什么呢。 因为他眼儿子的眼睛好看啊！对不起，师傅，我是太激动了。太激动了，跟你说，一家吃马上就好很多了。看看爷爷清楚吧。<听说 S 1> 清楚。干师傅。爷爷，爷爷，你做梦做到过爷爷没有啊？没有是吧？<没有 S 1> 想不想做梦做到爷爷啊？想。告诉你，你哪一天做到爷爷的时候，你的眼睛就好了。 好，感恩师傅。好，叫他眼睛现在闭一下，闭一下啊，自然的放松啊。爷爷给你加持一下啊。眼睛放松，闭一下。嗯，好，看爷爷清楚吧。 清楚、啊。眼睛热不热啊？热。头热不热啊？热。<laughs> 感恩师傅。这种毛病，我告诉你，并不是完全灵性病，灵性只是一点点散灵。过去你吃的活的，给他吃的活的东西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其实一点都没事情的，我告诉你，你看我的眼睛现在都不得了了。 给给他一家吃，我怎么这么清楚了？现在，詹、嗯、师傅，所以帮助人家一定能帮助到自己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给我记住了，这个孩子你给他每天念那个往生咒要念一百零八遍，连续念三个月。好。之后改到二十一遍。好。很快的，他没有什么大灵性，他这个眼睛真的是因为你在生他的时候有过见红。 是是，鼓掌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差一点点，他会跑掉。对的，师傅。哎、啊，排长变妇产科医生了。感安师傅。现在明白了吗？了就是差一点跑掉，拉回去又把他拉回来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所以，这个眼睛。 因为啊，鬼眼呢、啊、看不清楚啊，路找不到啊，差点到人家隔壁那个妇产科的人家床上去了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师傅。你呀、啊，好好的念经，你们家族里边还是有修的，你们家里啊，有人良心很好，专门做善事的，请讲。我,我们家姊妹四个都在修，师傅。师看见了吗？<讲>好嘞。<讲>来 师傅，他的眼睛还需要多少小房子？多少鱼？慢慢念吧，完全恢复，陆陆续续加起来，八百张。好，感恩师傅。没什么问题，叫他不要吃活的了。好。这个小孩子很好的，很可怜的，而且很懂事情。<的>他生出来就特别懂事情。是的。而且你没钱，他一直妈妈不要买了。哎呀，不像人家孩子，我要买，我要买，我要吃，我要吃。他都是妈妈没关系的，不要。 像还债。对的对的，师傅就是这样的、嗯。现在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所以自己要对得起孩子啊，这种孩子来帮你的，明白了吗？知道了，师父好了，还有要记住啊，小便不好啊，这个小孩子啊。是的。很很大了还尿床呢。是的，师傅。鼓掌<找>。现在、嗯、<laughs> 听得懂吗、嗯？听得懂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 除了眼睛，啊，还有一个肾脏，小孩子有问题。是的，是的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哎、啊，其他没什么，其他蛮好。大起来找个女朋友是很瘦的。的啊，也戴副眼镜。好、哦啊，算了，不看了，不看了。嗯、好了。师傅还能帮我看一下家里的佛台好吗？家里佛台是吧？是。 楼房是，菩萨来过，是，你有护法神来过，是，家里香经常打圈、嗯，家里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啊还经常那个香啊打卷，是的是的，哎，还、嗯、是菩萨来很多。 你要好好求，你这个人呢有点点业障。你老公在不在这里啊？嗯、不在。不在。我讲给你听，好不啦？好。你在没跟他之前呐，啊？啊。<好>啊师父，我错了。你错了。我错了。来人呐、啊，拉出去。<laughs> 对不起，师父，我错了，我忏悔。<laughs> 现在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好念经啊。好，知道,啊、知道了，师父。 其他没什么大问题。师傅还能看一个王人吗？可以啊，讲啊。吴建明，口天吴，健康的健，人民的民。吴建。吴建明。零九年。男的,的男的，女的啊？男的。啊，被你们抄上去了。在阿修罗道感。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在阿修罗道。好。是你是你的爸爸？是。 是是我姐姐的公公。公公是吧？是啊、脾气很大。有点。嗯。没什么大问题，已经在阿修罗道了。好，感谢了,了,了，好了。嗯。